这样的话，以总比分2-1的比分淘汰了大连人，成功挺进了下个赛季的中超联赛。成都荣城凭借着此球，一两回合总比分2-1战胜了大连人。中国足球的霸主不幸将入，而大连人将在下个赛季降级到中甲。中国足协官方发布了关于重庆队退出大连人俱乐部替补参加。大连作为足球城，古柏率先完成开面试选拔，聘请谢辉担任男子一线队主教练。要想带队实现保级目标，难度不大。也期待谢辉执教的大连人在新赛季能有精彩的表现。失去的啊，我再说一遍，失去的我们要拿回来啊！今天就是这个时刻啊，我们向前看，把不开心的忘掉，向前看，从现在开始，大家一起啊，大家都在一起，拼到最后啊，最后一分钟，来，大爷，加油！从一开始我们这个地补中超准备期只有2周啊，作为一个保级的以目标的一个团队来说，你这样的配置去打中超联赛，每一分每一个球都是转折点啊，所以说我们从一开始的第一场球就坚定了这个每一分都要去拼去啃，以后这个大目标就是怎么能够重新找回这个俱乐部的荣耀。我出生在这个城市，为大连踢球也是一个很自豪的事情。我觉得这个城市就跟我的父母一样，是给予我生命，然后也希望能为这个足球城吧，能尽到我自己的一份力量。对这座城市对我的影响非常大吧，感觉最大的就是把我引领到了足球的这个道路上。因为我当时踢球是1997-98年，当时的这个大连正在最鼎盛的时期，感觉当时父母可能想就应该送来踢球吧。我现在是踢了中超了，这对我来说肯定是一份很大的激励。我踢中超，我代表的球队又是足球城的大连。中国踢球，你不是说你能力再好，你不一定能代表大连。但是像我这样的球员，我能代表大连，我感觉只要让我上场，我肯定是不遗余力，哪怕是拼尽自己最后一滴血，我都愿意为这大连去拼。飞玉开始来前点，洛古来助攻，过站偷球，上演上演进球了，38分。足球就跟生活一样啊，如果你充满着这种希望，而且自己不断的努力。谁知道有一天你真的成功，逆袭就是足球的一部分。永远站在南坛前支持你们，五毛，我们一起把这个搭上，我们一起互动，准备好了吗？Venir à Dalian, c'est un grand plaisir parce que Dalian, c'est une très très grande équipe, une grande formation avec une grande histoire. Je suis très très fier de pouvoir porter le maillot de Dalian et de pouvoir représenter ces clubs.我15岁来到了大连这座城市，从小一步一步从梯队
往上，2019年进入的一线队，然后一直到今年，特别感谢场上的老大哥们愿意带领我这种小球员们一起成长，保卫这座城市吧。希望自己在今年大家都不被看好的情况下，靠我们自己的拼搏，靠老大哥们，靠谢指导的指挥下，我们全力的拼搏，然后打出了不一样的精气神吧。然后我作为年轻球员在场上就是倾尽自己的所有吧，把自己的表现到最好就行了。Head first, almost failed. Then you get the rhythm. Yes, get the rhythm. 哒哒哒哒哒。嘿。哒哒哒哒。足球嘛，就拼就完了。你在场上，你去拼，你去努力的去踢，总会让教练看到的。要有努力，肯定会有收获的。一线生机就是还有一丝希望，就应该全力以赴吧。团结在一起，一起拼搏，一起加油，才能获得这个一线的生机。你有一丝光照到我身上，我都会奋力的去抓，我绝不松手。只要给我一线生机，我就会奋力抓住。每个人要尽自己所有的能力去做好自己，坚持自己的梦想，把每一次的训练比赛都当作自己实现梦想的一线生机，努力的去提高自己，踢好每一场比赛，去到更高的平台，为中国足球出一份力。